这两年互联网上对曹操的评价出现了很大的翻转，从过去的曹贼到枭雄，如今的曹阿满又拥有了无数的迷弟。可其实在曹操去世后的很长时间里，他都是拥有无数的迷弟。那曹操的魅力究竟在哪儿呢？其实曹操这个人的能力和水平在官渡之战当中就能看出来。公元200年的8月，袁绍和曹操在官渡开打。这场战争一开始啊，双方就已经是差距悬殊了。袁绍领了多少人来？据记载，袁绍在官渡的军营东西长达数十里，可见声势浩大。反观曹老板，不仅人数上不如人家，而且呢出师不利，这一点无论是《后汉书》还是《三国志》都没有细写，只是说曹操刚碰见袁绍就碰了一鼻子的灰。袁绍是何等人物？受《三国演义》的影响，大家都知道他家是累世三公，三代人都是国家级领导，加上联合大家打董卓没有彻底打赢，因此人人都觉得袁绍是个笨蛋。可实际上的袁绍也不是个善茬，这一点从袁绍在官渡之战当中对曹操的手段就能看出来。战场上双方剑拔弩张，背地里袁绍也没闲着，他先是垒起堵台，天天往曹操的军营里面射箭，然后又挖地道，物理魔法混合攻击，甚至还派人渗透到了大后方，策反了一大堆兖州的地主，同时买通了大量曹操身边的人搞偷袭。可见曹操是被袁绍进行了全方位的打击，随时都可能被干掉。但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，曹操也没怂，你挖地道来，那我也挖个地沟反击，你修高台，那我就扔石头砸你，你派刺客，我就派许褚当保镖，来一个干一个。硬是在敌我双方实力悬殊的环境下，和袁绍硬撑了10个月。要知道这个时候的曹操的老家都起火了，这一大帮的地主一看曹操要完，全都做好了迎接新领导的准备，要是其他人遇到这样的情况，估计都打不下去了，不如投降或者一刀子抹了自己。可没想到就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曹操敏锐地发现了敌方后勤补给出现了问题，之后倾尽全力亲自领导，把命都豁出去了，硬是把袁绍的粮仓给端了。袁绍到了这一步就没有人家曹操的好性子了，不仅慌了神，还错误地判断了局势，一边派人去救援，一边去打曹操的军营，而自己呢则待在大帐里面等消息。没错，人家曹老板都亲自冲锋了，他还在等消息。这个时候的曹操是背水一战，老家都不要了，就是要赌命干掉你。袁绍这边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这场战争的结局就彻底敲定了，曹老板大获全胜，一举翻盘。其实袁绍的能力并不比曹操差，唯一的问题就是这两个人的性格。袁绍就像读书人家里养出来的知识分子精英阶级，做事情稳扎稳打，慢慢悠悠。曹操呢，就像一个创业的热血青年，既然稳扎稳打打不过你，那我就什么都不要了，什么后果也不顾，豁出命来赌一把，一旦赌赢了，那得到的报酬自然更多了。还记得小的时候和父母一起看《三国演义》，曹操一出现，家长就在言语当中充斥着对曹阿满的种种鄙视，反倒是刘备一出现，大家仿佛就看到了主角。可人们的观点会因为时代的变化而变化，就像在魏晋南北朝乃至于唐代，曹操都是帝王们的偶像之一，甚至到了明代，魏国也被视为三国的正朔。可到了清代，老曹家的牌位都被扔出了历代帝王庙，可见人们对待历史的态度从来就没有被统一过。